哭的声音。嘿，进入了第三周，我们现在的主题是，历史和海洋。不知道这边为什么叫打狗嘞？打狗的音是打狗嘛？打狗，打狗，然后日本人就觉得不好听，就把打狗变成打高哦，打高，打高是高，哦是凶，所以打狗就是高雄意思了。哦，因为这边是接待使节宾客的重要场所，然后他们除了住以外呢，也会招待那贵宾。哦，哪一位是贵宾？啊，贵宾啊，因为是领事馆嘛。对。他是贵宾，所以大家不要误会。那你这里可以看到，就是说，可以想象得出以前啊那个高雄港口的模样是怎么样的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有听到最近吗？夜半钟声，而那个钟呢，就在我们后面了。对，这个钟。这个钟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江苏寒山寺，就那首诗的原处，应该是具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了。这是我们禅堂的师傅。佛光山是一个很有历史渊源的一个宗教团体，对，它是在1967年，到现在就差不多迈入44年的一个脚步了。那四周围我们有总共有14800尊的释迦牟尼佛像，是我们师父依据敦煌莫高窟的造型来建设。那这个地方，我们当初大师在设计的时候是希望说它高挑、明亮、宽广，所以我们中间没有柱子。全世界只有3颗佛牙舍利了。好，第一个是在北京，对，第二个在斯里兰卡，对，那第三个就在这边啦，哈哈，佛光山。佛光山为了保留那个佛牙，就是建了一个佛陀纪念馆。那这个纪念馆会把佛牙安置在那边了。那佛光山也会把我们就是现代的一些佛教文物或者是日常用品，也会仿照古人的做法，就会埋在地下。不一定是佛像啊，我还看到有脚车、有手机啊，热水壶都有，什么都有。所以是一个传承人类文明的方式啊。那这个地宫每100年开一次哦，就会开48次，就等于4800年。所以你要看的话，你要等公元6800年才能看完。OK， 慢慢等，那你们慢慢等。要了解台湾的历史，要了解台湾的整个这个背景，要从每个地方庙开始。台湾来讲啊，在整个历史保存我们的文化的，它是前10米的宫庙。73年前那个庙的话是比较传统的，是闽南式的，所以那个时候是3级古迹。因为年久失修，改修以后它变成就是没有办法列入那个古迹了，当然就改建了比较有现代感。这个牌楼是1997年这个完成的，那么当时呢花了差不多新台币大概是8000万左右，大概就差不多300万美金了。那上面有400公斤的黄金在上面，400公斤的黄金箔。那现在变成就是等于是除了中文宫的这种建成地标以外呢，也是整个镇甚至是全县大概就不会讲到这个大牌楼。那我们的王牌呢，这个东龙宫在整个台湾的信仰民族信仰圈里面，它最大的就是301格的王船祭了，王船平安祭典了。它的一方面是感谢祖先，坐着船渡过台湾海峡黑水沟，带着百姓来安居乐业，开发这个宝岛；一方面是祈福，告诉我们的下代饮水思源呐。哒哒哒哒，欢迎收看八姑爹频道。几个星期下来呢，都一直在看山的风景啊，看人文历史文化之类的东西，然后来到海边呢，整个身体都疏松下来了，然后吹下海风啊，听下海浪的声音，非常的不错。这个地方很特别，在马来西亚没有看过，是没有的一个海洋景点。小琉球呢是一个蛮特别的景点了，就之前也没有想过会来到这边的，因为去离岛嘛，就肯定去绿岛或兰屿嘛，就没有想过去小琉球了。所以我觉得小琉球这块地方呢是一个
很少被游客开发的地方，所以这边就少了一些商业的味道，保留很多原始朴素的一些乡村的味道。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国境之南，够了，你看还没看《海角七号》，对不起，而《海角七号》就是我最喜欢看的一部戏了，所以来到这边我整个很感动，因为我能成为那个戏里面的男主角。好好，你要变阿嘉了，我还是阿嘉吧。好，我做阿油脂一下，跟我出哎。因为晚上很多影迷就是学游子那一个桥段，半夜来，然后就在躺在地上，对，就在外面了，外面就在门口，就觉得阿嘎你为什么欺负我？有那个桥段，然后拍马嘎你给我出来敲门，对，我们看电视看到一两点，人都没有听过，我们里边看电视灯亮亮还是照眼，整个晚上开车门、开门、关门的声音就没什么，还有闪光灯一直闪，半夜十一二点呢，还是一群人。尤其年轻人一群走了，等一下又一群来。我们的玻璃也被敲破好几块啊，那血有点。哇，好，真的好恐怖哦！应该向国家申请一些赔偿，就观光赔偿哦。太入戏了，没有这一笔太入戏了，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扰。对，魏导演说了这句话，然后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然后过一段日子就后来才应验了这句话。对，就全部人趴在那边，就躺在那边。这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圣地哦，《海角七号》那个最经典的画面就在这边拍的。你去哪里了？你差点要开始啦！留下来，嚯！我跟你走。干嘛这边？陪你玩呀！拥抱的画面就剪他们的，就从你。哇！他在那边飘了，感觉很好笑。耶！龙虎山爱台湾，耶！